纸都看干净啊，你有没有擦干净？牙医师耐心安抚小朋友的情绪，检查发现海错假日学校的孩子73%有蛀牙问题，特别安排50位孩童来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进行牙科义诊。海错学校的老师们也在积极的照顾他们的口腔卫生，关于刷牙习惯这方面，所以我觉得这半年再看到他们一次，我觉得他们清洁的状况有进步，这样。你拉肚子了。要怎么样？要多喝盐水。穿上医师袍，扮演医师、护理师及药师的角色，在小小医护体验营中演出情境剧，亲自看诊开药，增加医疗小知识。这样的角色扮演，然后或许会引起他的兴趣，未来期待这些小孩啊，会不会有人可以变成牙医师、医师、小儿科医师，或是骨科医师，那孩子是无限的可能。除了义诊，也兼顾孩子的学习，期盼海错的小朋友从座中学建立起守护自己健康的能力。但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花莲报道。